这个是还好吗？谁给我打电话？我手机在放呢。问你。谁？鸽子大王。哦。哦。阿达。喂。哦，马上两分钟到店里了，完了。这全不见备注的啊！我说你这个备注名字好。右转，右转。前方限速30公里，明显超速。知道这里右拐。你，我发现你好急耶，人家还没有弄好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有这么好做的那个特效？我性子是有点急。特效是很难弄的。单次开路虎，对啊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视频拍下来呢？这么好的资源都不知道。小姐姐单次开路虎啊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不是说什么单次开保时捷吗？那个男的放牛。